都说我们的鱼苗4-5块钱一斤，很多人觉得贵啊，然后我带大家现场去看一下，看到底贵不贵，到底是不是4-5块钱一斤。今天这边特别冷了啊，然后赶集的人也特别多，但是今天我没有带着我的裸露来卖，因为刚刚过年啊，家里都还备着有。看看这边的鱼苗多少钱，马基尼大鱼啊，这鱼苗的钱见35，见买好多啊。 Hello， 这是大老板来的，朋友们没有骗你们，你看这么大的鱼才15块钱一斤，这一斤都有10多个，一斤也2两了，看不出来，也不算贵啊。你看这里也是我的家门，这个鱼就漂亮了，这个鱼买5块钱一条啊。对呀、啊，接着买好多钱，这样你买15啊，今天15，又是15是吧，15不算贵啊，这15这个价不算贵，是新出的木兰鱼啊，降了好大鱼吗？我好久看到你没出摊的嘞。我听见他们在了。对呀、啊、兄弟你怎么出摊呢？这鱼可以的，2块钱一条，也是买金丝啊，买金丝的，金丝鸭好吗？没鱼生鱼哦，还挖没有生鱼？我第二个人，我操，这没多少几个鱼的，这吃的，这位大哥的鱼15块，这个也15块，这个条杆非常棒啊！好久都没看到你出摊，那今年小苗都要出摊吗？今年小姨。我过来没做生意嘞，你们做生意嘞？那个鱼哪来个？没做生意嘞？啊，我吃个嘞。好的。你看。这里啊，人家好几5天了啊。这个鱼就贵大一点啊，这个大鱼一斤有10来个。像养田螺的话，一般就放这种鱼苗比较好，要还小一点更加好。它这种有点偏大。这鱼乌里嘛黑的，这鱼挺好的。它这个鱼就光鲜。这个鱼买好多钱条？25块斤。你要一年全部吃到这鱼去，这样子拔。超级棒的鱼。日本锦鲤在那边25块钱一斤也不算贵啊。当初我们买那个苗子的时候，这么大的我们都卖到1块多一斤了。你看，你看。这边卖鱼的人络绎不绝了啊！对对对。买几个鱼啊？一个要的。等干活的鱼今天回去只要10多斤条。啊，10斤。嗯，两百斤。